在神像上头绑上红球彩带，台南玉祉五玄坛欢天喜地，到北汕尾鹿耳门天后宫前举办关公跟妈祖的合婚典礼，立刻被信徒挡了下来。现在是天上圣母，罗关圣母，还记得铁雕，记得铁雕。玉祉五玄坛自己坛内分灵的关公跟分灵的三妈合婚，官网上却是写要前往台南北汕尾鹿耳门天后宫举行合婚会香活动，不止信徒不满，天后宫庙方当场跟对方吵了起来。这个会做大的啦，这个会做大，所以恁来报这个咧，温顺了唔对啊。凤姐不开嘛，好恁哦，造成这麻烦呐，请假唔是够也啦吼，是我们的海报疏忽啦。发生在前几天关公跟妈祖的合婚闹剧，尽管对方当场道歉，但北汕尾鹿耳门天后宫气炸，发出声明表示已经严重伤害到庙方声誉，不排除提告。这三百几栋的老庙啊，你搞创啥呢？准备寄存入进来，一定要公开在媒体或是报章杂志公开的道歉，就是说杜绝未来，在。有烈士情勇。庙方强调，已经收集好相关证据，将寄出存证信函，要求玉祉五玄坛公开在媒体上道歉，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。民视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